Judas 的歌，对，那我在提花师这边也有常常演唱这首歌曲，然后它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啊，对，就是一个是比较可能有点比较情绪化、悲情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另外一种版本就是待会我要唱的版本，它就是比较可能会给你一点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吧，对吧？想说今天比较冷，就是来点可以温暖人心的歌这样子。Judas 的歌，那 Judas 这个名词呢，在我们布农族的意思就是爷爷或者是奶奶这样子。对啊，那就 Judas 这个名词就是表达我对我自己的故乡一种最深的思念。OK。想起Judas的歌。
谢谢胡老师。